Hello AM 730嘅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 Jeffrey， 我是林明晶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老马精神，开开心心，买鸡食整水，哇哦！我成日都以为你是装饰店最快，嫁俾我。我系 Monica， 你买鸡食整水先喎，唔买鸡食整水唔系咁用嘅。其實我BB 不在我身邊，我一定是有點傷心啦，一定啊！但是導演都很好，給我一個 Jeffrey。我很幸運的咯，真係有得拍戲都喺呢個世代都是一個很開心的機會。同埋有豪哥啦，好羅蘭姐啊，還有好風哥，好全部都很犀利嘅，所以佢哋都。俾我哋好多嘅安全感，所以我覺得更加多感動嘅地方。呢啲都係自己細細個睇嘅時候長大的。我有同我嘅媽咪媽媽講。唔係因為同埋羅蘭姐好得意啊，好可愛。羅蘭姐喺戲裏面，啊，羅蘭姐喺戲裏面都有做呢，這個。Yeah.有冇时间？俾两个字我。边两个字啊？十分钟。十分钟系三个字喎。哎呀，系两个字啊！广东话真的好难难。我觉得其实对我嚟讲都系广东话好难，因为第二集阿喵嘅广东话系进步嘅，咁但系林明晶嘅广东话好似都系差不多。阿喵的廣東話進步了，因為有 AI 這個時代，阿喵一直 AI 教很多廣東話給阿喵，所以阿喵識很多香港很道地的廣東話，樣所以我背的時候我完全不知道我背什麼，樣我真的不知道那個意思是什麼，他們用廣東話解釋俾我聽，我都聽唔明白。買雞食整水呢，這個同埋死雞襯飯句，呢，這個都係我覺得哇塞，廣東話都已經好難啦。這種就是很道地的，就更加唔明白。所以呢個要更加了解那些香港很多的文化，我覺得係好有趣，但係好挑戰嘅。如果我跟 Jeffrey 的話，就是第一場戲就是他真正要吃很多東西在個口裡面，但是又不可以吞，你要讓含著那些食物跟我說話，這樣一直都有很多的食物的味道傳過來我的鼻子，這樣真的臭啊，真的臭。但是那時真的 NG 很多次，因為導演想我們的默契更加好，但是其實我們都 OK， 都覺得好幾好，但是要更加好嘛。他真的吃，總之吃到他那個午餐不用吃，他說他飽了。不是，他那場是又有腸仔又有腸粉又有燒賣又吃，唯獨的時候都是一堆紙巾塞下去。紙巾？紙巾。那個那個那個会捋翻出嚟有啲呕心，有啲臭，咁他真的是用面包那些挤着取牌啊，同埋唯独佢都好认真，真系塞东西在嘴巴练汁，同样咁样同我哋讲嘢。会，因为要刺啊，因为如果唔系咧，你自己咁样讲咧，就唔系嗰个感觉。咁你一定要好似真系食咗食紧嘢咁，咁所以就胃口。咁你唯独都要刺噶嘛，咁所以就试下咯。不過我覺得最辛苦不是塞住，是啲醬啊，啲醬真係有啲辣醬，因為頭嗰 shot 咧，我以為辣醬就應該唔係好辣嘅啫，但係點知原來揩落皮膚度都幾，哇！即係做了一場之後都，哇！都真係好似，因為其實看不到你真紅定假紅啊，因為嗰陣時個樣已經衰到我都分不清究竟是爛嘴啊定係真係辣，咁但係又不對路啊，因為做完之後，哇！好辣喎！会接受他的追求，我都打了，我觉得我不嬲都有粗的，但是你说是不是
即係如果我真的要除嘅，我就粗得好離噶啦嘛。咁但係去到嗰啲半粗又半唔粗嗰啲狀態，咁咪去到現場就做 push up 咯。咁但係都有兩下嘅，即係震嗰啲。咁所以就都暫時係應付 OK 嘅，即係唔使除曬。其實我跟阿喵已經有感情㗎啦，係啊！我睇劇本的時候我都忍不到嘅，就很多地方都就不看，先不看。我是拍攝的那日先睇咁樣，就是因為我一睇我就是會忍不到那個情緒，我想把那個情緒留在。嗰時，我覺得在拍戲嘅時候，那個情緒只要你跟那個角色一齊，感同身受，跟角色一起感同身受，為角色而感動。然後我記得拍，我最內心爆發的那一場戲，在後面係成個戲嘅最後一場戲，嗰時已經拍到天光，同埋大家真係好攰。但係真係都好多謝大家，因為係五個演員一齊喺埋一齊，拍呢場戲。那時候我覺得我已經累到頭痛，然後整個人已經沒有力了。那聰哥就跟我說：，哈，明晶你唔使驚，我哋都會陪你一齊演員咁樣。哇！他那句話給了我力量，我就很放膽的，我就跟我自己說，我就是一定要一 take。因为我要把我所有的精力精神最后再放在这一场戏，所以那时候就很顺利的就一 take 过咁样。呢个我同导演咧都倾咗好耐，我问佢点解阿喵会去非洲玩大佬呢？呢个我觉得诶，点解阿喵会有咁样嘅决定？阿喵嘅个性应该系拿得起放得下，你都知道。人家都在逃避你，人家都已经选择逃离这个，为什么你还要这么坚持？咁样，呢个系我同导演倾好耐嘅，但系我觉得最后会唔会最后呢个决定系边系咩原因？我觉得系可以俾观众自己谂，因为阿喵有讲，说好了再见就一定要再见。我觉得他的个性应该就是你有一个很好的开始，你要结束，我们大家就讲清楚。可能他去非洲玩大龙母海要和好，还要好好给说再见。我没有阿喵这么勇敢，我应该就放下了。我应该就是我理智神经很大的，我可以就是放下就放下。全部放下，所以我不会把爱情放得很重。我真的我觉得我拍戏不是僵尸就是鬼咁样，我想好好的拍一个爱情片，就是轻轻松松美美的谈一场恋爱，轰轰烈烈，跟住就，总之个女主角一定有危险，然后我就去请救。英雄，哇，英雄很帅。就是让大家看完了之后就哇，我好帅呀 ，Jeffrey 咁样。系啊，对啊，对，就是这样。要有很多对手啊。有冇默契？有冇默契？我都系新演员嚟嘅，我觉得自己啲电影嘅作品都唔系好多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好剧本，我都想试。爱情电影我都想试，就是那种偶像剧那种。每次看有时候很少看，但是有时候看就会觉得哇好轻松啊，这样就是上车下车在 OK 谈恋爱，这样就靓靓这样的，这么轻松的这样。